法师、各位贵宾、各位师兄姐，大家早安。这个人间四月天，天气和暖啊，大地生机蓬勃。那今天我们有缘同聚在这里啊，沉淀心灵，然后来参加法会，然后聆听心灵讲座，真是非常殊胜的因缘。特别是在十天前，花莲有个大地震，虽然是在花莲北部，可是呢，很多人都受了惊吓。那我相信啊，大家也有很多的同修师兄姐啊，从北部、西部、南部前来助缘，真是非常的感恩。那我自己也是在大地震中眼看着这个天摇地动，说实在的是，当下是有点是蛮恐惧的。可是呢，上师他有给我们很多的安心法宝。那各位在这边一天半的时间哦，想必可以灵受很多的法益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以这个花莲啊这个玉林朴实筝乐团哦，来带来优美的乐音。那非常感谢张喜珍、陈慧芬两位女士演奏古筝。温秋亮先生演奏二胡，他们会带来两首乐曲，第一首是台湾民谣《六月茉莉》，第二首是佛曲《自在》，请谢谢。